个杀手不大冷。Forever love，For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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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。Oh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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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饶了我吧，大哥！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每天在那卖串的，我真不是故意干扰你们交易的，你放过我吧，我还不想死，我。别跟我说，我也是替人办事儿。但作为一个杀手，我对你不错吧？嗯。你说死前想唱首歌，我满足你了吧？嗯。你唱了首什么？这情歌王。15分钟。唱了15分钟。大哥，对不起。足足让我等了15分钟。大哥，我错了。一个转音我都没等到。这转音唱 R&B 不需要转音吗？就为这事儿？这事儿小吗？不小。最后一句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Forever love， 大哥我转不出来。Forever love， 放在鼻腔难吗？大哥，我是唱民谣的，不会转音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站起来，我教你。看我的手。Forever love。怎么样？通了。大哥懂音乐，热爱。大哥，小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，我觉得以你这个专业水准，你应该去当歌手，你当什么杀手啊你？哎，怎么了？10年前啊，你卖唱的地下通道啊，哦，是我在那唱。哎呦，但唱歌不挣钱吗？啊，这不就当杀手？没听说过，聊天呢。感性了，大哥，冷静冷静。捧哏呢？大哥，我还有一首歌，想让你给我调一下。拖延时间呢？我还没听过你唱呢。没机会了。那大哥，咱俩合唱一首也行。下辈子再唱吧。来呀。哎呦哎呦哎呦哎嘞滴嘞哆嘞哆嘞嘞啦嘞啦啦嘞啦嘞啦啦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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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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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嘞啦嘞啦啦。大哥，咱俩整一组合吧。嗯，不是，大哥，你看咱俩刚才那声线，那小台风，咱俩太有默契了。那个，因为我刚才就那就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因为我就哎，喂，你要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啊。每个人都有追求音乐的权利。这这这意外，来这这这这天籁。大哥，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？
我们应该回到那个地下通道，拿起我们心爱的小吉他。中国乐坛需要我们这样的歌手啊！但我是来杀你的。我俩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你操纵。可今天，我已离不开你。你让我想起了嘛呢？哎，我俩forever love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回我真错了，大哥。利用我的感性延长生命啊！没有，骗我！我绝对没有，大哥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，你放我一马！你把吉他给我放下，把它放，把它放下。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姑娘，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，太阳为你燃烧，月亮为你升起，星星它为你眨眼。这个天星星他为你啊，我眨眼，那么眨眼眨眼。大哥，要不咱俩就别这样了，来来来，轮埋梦呀，那么看滚埋呀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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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最后一个，各位亲爱的玩家，欢迎来到丧尸围城。在这里有复杂烧脑的机关和恐怖惊魂的丧尸，请大家睁大眼睛，开始你们的密室冒险。降龙？那张老师。蒋龙，是蒋龙吗？是那个表演学院毕业的蒋龙吗？是荣获过三好学生的那个蒋龙吗？是那个不爱洗脚的蒋龙吗？是我，老师别叫了，别叫。在这儿，您叫我丧尸26号就行了。蒋龙，张老师，你怎么来玩密室逃脱呀？我的表演课代表，2012级最优秀的毕业生，
我毕业大戏的男一号在这里演丧尸。老师，我没戏拍这两年，确实演得真好。嗯。啊，您是这个意思呀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您觉得我演丧尸丢人了呢。你把老师看小了。老师就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呢，怪不得您来玩这个呢。再说了，丧尸不是角色吗？对对对，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，只要用心来，处处是舞台。你做到了。您教的好。哎呀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。老师，没想到也在这儿碰见您了，我真是。这一晃都毕业多少年了？这个五六年了吧。也不说来看看老师。同学都火了，我有点。最近都演什么了？最近演丧。老师您快逃脱吧。唐突啊，还跟你聊上了，没影响你工作吧？还行。那老师先走了，咱回头再聊了。老师那是假门啊，门在这儿呢。这你不说，老师上哪找去？别说我告诉您的啊。老师再见啊，啊您慢走啊。哎妈，水逆啊，这太社死了。哎，兄弟，咋样？我老师吓人吗？蒋龙，妈呀！老师再嘱咐你两句。回来了，啊，老师进不去了，就在这儿跟你说的。蒋龙，哎，别叫我，这边能进来，还能进来？这边，啊，这有个门，这还有个门，设计的。那你们这舞美可以啊。还行。蒋龙啊，老师啊。别叫我的大名了，啊，丧尸26。好，蒋龙。哎呀妈，老师是这样想的，前面有几关那个丧尸 啊，演得非常认真，对，但都是行尸走肉。老师，我们演的就是行尸走肉。特定情境下，人物个性化，身段即身价。你要干啥呀？老师，想着能不能让你再找点个性？嗯，在这儿找，不方便吗？这方便吗？那就行。不方便，老师。老师已经想好了，我上班了。你应该塑造一个专属于蒋龙的丧。行，别好。当别人一提到丧尸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那就得是蒋龙。蒋龙啊，蒋龙！哎呀呀呀，老师来吧，来你。老师真高兴能再次跟你共同创作。老师来，快创我。好。老师，你要不快，那个快点创作。我是您觉得要，哎，你不是会跳拉丁吗？啊，拉丁，丧尸，很多丧尸演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舞蹈训练的。老师，咱们试试，这不太合适。5 6 7 8，别闹了，我监控在这儿。讲5 6 7 8 1 2 3 4，按丧尸的感觉出来给点掌声，非常好。5 6 7 8，非常好。10 4 7 8，嘶吼，再给我一点丧尸的感觉，再给我。吓我一跳。真的吗？啊，是不是跟前几关的丧尸不一样？啊，不一样。具体哪里不一样？他烫头了。他是自来卷啊，专业演员。老师，你别跟人聊了，叫蒋龙。他就是蒋龙啊，认识。我前两关一直听有人喊蒋龙，蒋龙。哎，我以为通关密码呢。把手机拿出来啊，上网可以搜到他，是吗？这真的搜。这个奖。那这老师别搜。是个演员啊，演过《全职高手》，还演过《逐梦演艺圈》。辽宁省少儿拉丁舞比赛2等奖。那我方不方便？我帮你，谢谢。蒋龙，
大方的，露个牙。谢谢啊。哦，这儿啊，再见，蒋龙。哎呀，非常好，那您就老师对这个拉丁丧尸非常满意，那您就咱们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加点音乐，加点音乐。老师想好了，应该给你找一个悲壮一点的音乐，更能带动你的情绪。蒋龙，别着急，还有人物小传呢。你看老师是这样设计的啊，一个梦想着当演员啊，他来到了密室工作，又碰见了自己的老师，突然爆发了丧尸病毒。你想想他应该是什么状态。张弛老师，张老师，老师求你让我逃脱吧，太尴尬了。蒋龙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忘了你刚入学的时候了啊？你说你是自来卷，结果你当着全校的师生演了一根拖把都没觉得丢人。之后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，老师都会给他们讲撵拖把的故事。你不信我太嘚儿。我懂了，社死。老师，都过来啊！同学们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到的蒋龙师哥。师哥好。蒋龙，同学们，老师啊，这就是您说的拖把师哥，就是他，还在戏里，还在戏里。看看蒋龙师哥，再想想你们自己吧。平时对于角色挑三拣四的蒋龙师哥怎么不挑？因为他记住了老师的教诲，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，只要用心来，处处是舞台。进来，龙儿，把刚才那段拉丁丧尸给大家伙演一下。来 ，say seven eight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丧尸的感觉没有了 ，seven eight。老师就说没有音乐干吧。降龙、啊、别着急，丧尸的病毒正在你体内慢慢的爆发，你正在跟自己做挣扎，是人性还是丧尸，你正在做最后的抵抗啊。但是你不能忘记你的名字，蒋龙。落泪了，我一定要把这段视频发到全校大群里面。出戏，孩子，出戏，可以出戏了，孩子。各位玩家，请继续往前走，前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关卡。这个声音，零七级的顾雨峰，您的台词可带有？台词全都还给我了，您得给他调调啊。走，老师这边。好，叫他。你儿，你儿，你儿。
可糟了，你来来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，张弛，你除了京剧还会点别的才艺吗？我还能再长一个调。这跟调门没关系，现在京剧传播太难了，观众都不爱听啊，你这样连海选都过不了。会唱歌吗？会。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谢谢。会什么乐器吗？口哨不算啊，你下来我们再商量商量吧。来，导演，我还会旦角的。你下来吧。花脸，下来下来，来小花脸，你给我下来。哪个导演找的？这年头京剧谁听啊？哎，张弛，小心你头上的灯。啊！我这是哪儿啊？哎，这不是我小时候那出租屋吗？不对，我捋一下，我刚才一下台就被一个灯砸了，然后突然一个雷就给我劈到小时候这个出租屋里了，这不会是真人秀？摄像机在哪儿呢？啊？哎，这是我小时候做的模型，你们怎么找着的？太厉害了！哎，这是我小时候晾过那地毯，我小时候唱戏的剧照，我小时候唱戏的行头，还有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。还不会是小偷？不是，小偷不是真人秀。你怎么进来的啊？不对，2011年，不可能！啊！哎，这个椅子你不能拿，小偷！还猖狂，你这强盗啊你！哎！萌萌照片，对，你不能拿。我穿越了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、啊，你是不是想说这曾经是你家呀？我真的是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你是从未来过来的呀？我就是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你是未来的我呀？我知道这很难相信，但我真的是。我相信。啊、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吗？只有我知道萌萌照片在哪。不愧是我，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，我就知道有穿越这回事儿啊！哎呀，你是从20年后回来的吗？我是10年后，我有这么老吗？些许苍老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这样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哥，叔叔啊，这大我，哎，我马上就考试去了，我考上了吗？考上了。哪个学校？戏曲学院。Yes！ 哎，大伯啊，我后来谈恋爱了吗？谈了。是萌萌吗？是的。Yes！ 但是后来分手了。Yes！ 谈过就行。哎，大伯啊，我后来成角儿了吗？没有。啊？啊？没有什么。能够阻挡我们成角的梦想。我就知道啊，一见功就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小发。听我的，考试的时候千万别唱这一段，还差一点，我再练练。差的很多，我再练一下。不要练了。长大后能好一些吧？那当然了。我能听一下。听好了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小发。
太厉害，就知道我能唱上去，我唱的可太好听了啊，是不是？我能再自我欣赏一下吗？也就我自己爱听。站立公阿门叫嚣烦，紧张了，叫嚣烦烦，烦烦烦死了，我怎么唱不上去了？你是不是懈怠了？没有啊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你躺着干什么你？你我以为能唱，骄傲了一下。先练练，叫嚣烦，不能瞎喊。小烦，注意点位置。小烦，这样唱毁嗓子。别唱了。烦。我怎么变成这个声音了？我再练，我再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发，不是不是，叫发，行行行，发，别唱了。你得用方法。对，用方法。小范，对，只要你用了方，这么立竿见影吗？好神奇啊！我一这什么？你就那什么了，啊？哎呀，这个穿越你咋干啥呀？姚小孩呢？流血了都。有疤，有疤。这么神奇吗？啊？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只要你一想，我就能会唱歌；只要你一想，我就会乐器；只要你一想，我就不用唱戏了。不行，再重新想一下。只要你一想，我不想了。京剧乃我这一生挚爱，怎能轻言放弃呀、啊、对不起了小张弛，我这次来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改行。孩子、不是那个弟弟，不是小我，哪位呢？这么喜欢唱戏吗？不是热爱。你可知道我这些年唱戏，我身上我受了多少的伤啊？我受伤了，怎么？我这腿、这胳膊、这你看这手，这手这不刚咬的吗？我还有内伤呢，心灵的创伤呢？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不这些年一直天天想着练功是吧、然后我就没有时间陪萌萌，这萌萌这不就跟别人跑了吗？他是跟别人跑的呀、他怎么这跟谁呀？就是说呀，就是那个谁说了你也不能信。我信，你说呀，你这才跟一个学唱歌的跑了。他怎么能跟学唱歌的跑呢？那谁知道了？咱俩也会唱歌啊！啊！我想摸你的头发，真是简单的试探呐。萌萌就是这么被吓跑的。长大的没有好一点，萌萌。我想摸你的头发。那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去学唱歌去呀？咱这不都是为了萌萌吗？为了萌萌。我学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啊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不想唱歌，这个不对，这个能不好听啊也。你不相信我？我啊，我穿越都信你，这你不信？我信。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。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才能和你说说你在想什么。我在想蛋姐会不会温柔一些呢？不会。不行，不能唱歌，这唱歌发声位置都不一样。不是，咱这都是为了萌萌啊。哎呀，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别的你，除非，要是能会着点乐器什么的。哎。
好事不算，不会。哎，我记得小时候王叔送过咱一把小提琴，当时没给我供啊，我没来得及练，现在赶趟吗？啊，原来这是一把吉他呀，这是吉他呀，学。你根本就没学呀、啊！别惦记了，那萌萌可跟别人牵小手了。学。哇哦！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，姑娘。小我不错啊，嘿。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。你干啥什么？我对不起。先走了。太阳为你燃烧，月亮为你升，更才更才更，小小他为你呀扎呀，那么扎啊，一人蹦蹦唱。你把腿给我放下来！我不想学弹吉他，这都晃范儿，我没法唱戏。这跟萌萌不就跟别人跑了吗？算了，看来我跟萌萌可能不太合适。我还是好好学唱戏吧。不是，就你这样的唱戏能有什么出息？你骗我？不是，根本不是为了萌萌，是你不想让我学唱戏了是吗？你听我说。你说。其实我。你说。这才行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现在过得特别惨。现在唱戏有人听，他没人懂啊。为了赚钱，我只能去剧组跑龙套，给别人当群演去。哎，你也挺不容易啊。没事，其实我主要不跟你没关系是吧？是我，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参加一个一年一度亮活大赛，你知道人家都干嘛吗？弹吉他，说 rap， 跳拉丁舞，这是胡英腔。你就干这些呀？我都不会，我就会唱戏。那不挺好吗？还有吹口哨。所以说，这个时候，你就得牺牲小我，你才能成就大我。明白了，都是我，让自己变成这样的。怪我，怪我心不静啊！我就应该一门心思学京剧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不打游戏了，也不看电影了，不是这意思，不打篮球了，从生活做起，不能不能，活在呀戏里呀，不枉狂！哎，嗯哼。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儿？我怎么连话也不会说了？这，至此以后，本宫只习得京剧，别无他念呐！万万不我苦。听鼓一念，括号，括号。哎呀！学个吉他，括号不学。哎呀，学钢琴不学，学 rap 不好，架子鼓不好，男团舞呸，学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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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呸呸呸呸呸呀！你悔何无悔的？万万不能啊！好，既然如此，既然如此，你来看，萌萌结婚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萌萌就是因为买不起房子才跟别人跑的。你知道我那个年代房子多少钱一平了吗？啊，咱家门口那拉面都20块钱一碗了，萌萌都跟别人生三胎了。你乐啥呀？不是跟咱的，他好就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这些你可能不会听，但我都是为了你的以后啊。
那我要再努力一点，再勤奋一点呢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就……我就是你的以后。反正你也看到了，你以后就是我这个德行。至于怎么选择，吓我一跳。至于怎么选择，这是叫我回去的意思？还挺急呀、啊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我只是希望你能过得比我舒服一点。我咋回不去了呢？你要不试试下场门？出将是上场口，出将是下场口。可以学脱口秀，十年后特别火。欢迎来到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的一年一度脱口秀大赛啊！有请脱口秀天花板中板张弛。本宫悉心前站立宫门交响番，悟空。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行。我真觉得不行。我真觉得行。蒙总，蒙姐，我的大制片人，你就给我留条活路吧。张导，张爷，我的大艺术家，就别执迷不悟了。不是，姐，你给我塞这几个人，他真不适合演孙悟空。给我一个理由。你看这个，这整的也太过分了吧。人家有流量。那这根本就不是个演员，人家带资进组，这个就太过分了，这也太老了吧。这是我三舅，这看着还行，这个以前在少林寺待过，那棍耍的才厉害呀。姐，最主要是他们不适合演孙悟空。怎么就不适合呢？姐，你看，为了孙悟空这部戏我筹备了多少年啊。你让我拍甜宠我拍了，你让我拍霸总我也拍了 啊好不容易拍孙悟空了，你从如来佛到癞蛤蟆精全给塞买了人，就连哮天犬都是你闺蜜的吉娃娃。那他的吉娃娃叫的厉害，汪汪的。所以孙悟空这个人选我是绝对不能再妥协了。这三个人都是资方要塞的人，
你随便选一个，咱马上就能开机了。我好不容易拉的投资，你为啥要跟钱过不去呢？这你看看，资方爸爸又来电话了，你好好想一想啊。人家放的是琵琶曲儿吗？那是古筝曲儿，搁这弹个破琵琶。喂，爸爸。服务员，给我续点水。导演，张导，张一某导演。你好，你是真怂啊！不是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来帮助你的。你帮我把水续上就行了。我是来帮你演孙悟空的。不是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演孙悟空的人。别问为什么，知道的越少越好。经理，哎，经理，哎，怎么了哥？你们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？他什么态度？哦，对不起哥，孙小龙，导演你就让他演吧，他是最适合演孙悟空的人。不是，你是不是经理？是啊，但也是他经纪人。这不是个饭店吗？横店的饭店。也对，是这样啊，我今天主要就是来吃饭来了啊，有什么事呢咱们回头再说。好，回头说。您说。我有事情要处理，你们俩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？好好的，走走。出去，我是让你们出去，出去，出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哎，哎 ，Goodbye, Father。哎，这催的我呀，怎么样了，决定没？这，哎，拉倒吧，先吃饭再说吧。服务员，哎，点菜。就来个你家那个新年五人团聚套餐。姐，咱俩人。呀呵，把你给忘了，你看你吃点啥？我来碗米饭就行了，就来碗米饭呢，吃这么少呢？姐，我压力太大了。是，我也愁的，哎呀妈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姐，你看一眼这人，真的他整得太过分了，他都像个外国人了。人我要的就是像外国人啊，咱得创新，中西结合。我以后啊会带着我们的片子，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到好莱坞去，到洛杉矶去，我都想好了，就让那个悟空跟国外的天王 Michael Jackson 结合一下子。不是姐，他俩就没关系，他俩怎么没关系呢？要我说，他俩就是一个人啊，那声音都一样。咦嘿，呀吼，师傅啊，一不一样？不是姐，他最关键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跟戏结合。没有画面吗？一点画面都没有。就比如说，悟空以为唐僧死了那段戏，他看着唐僧肉，是什么心情？啊，师傅，你这我这我还没你就背，啊，师傅。是谁杀了我师傅？是谁呀？现在有没有画面？有了。怎么样？我刚看了，不太行。我也觉得不太行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上菜去你。不是姐，这现在也是这用 Michael 的人太多了。用的多咋了？不是姐，你看是这样啊，我这回拍这个孙悟空，我是怎么想的呢？我不想拍那些表面的东西，我想走入孙悟空的内心。你比如说啊，五指山下，孙悟空
被压了500年。嗯，你想，他应该是个什么状态？你有没有画面？没有。他大概就是，他就是那种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孩子让人给夹上了，这样不是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怎么？齐天大圣，曾经的齐天大圣，如今想吃个苹果都得看凡人的眼色。你想想，如果他此时说话的话，他会说什么？500年，沧海桑田一。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你有画面了吗？你别说，他这么一夹，我还稍微有点画面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一谋，你拍的那种东西，你想要的那种东西，大家不愿意看。现在观众都想看霸总甜宠，就这。姐，这个孙悟空。他跟霸总我就结合不到一起去，我没有画面。你又没画，服务员，哎，来给他个画面。说孙悟空走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个漂亮姑娘。这个姑娘是个白骨精，妖精，但他却爱上了白骨精。小妖精。白骨精想要杀他的师父，但他却怀了你的猴子。那大天庭知道了，把他关入了炼丹炉。老君，你有种烧死我呀！突然发现了老君长得贼拉帅。老君，你在玩火。他一脚踹坏了炼丹炉，一个跟头108000里，就回到了白骨精的身边，只为说那一句：“俺老孙。”你这多好看，这玩意儿啊！他这不是真的孙悟空。谁在乎啊？谁？我在乎。他懂我，不是你懂我。你刚才说那个五指山呢？我觉得是对的。500年啊，被压了500年的齐天大圣，一身的才华没处施展，他所有的才能都无处展现，就连吃口饭，还得看个凡人的脸色。可是他曾经是多么的辉煌，可是他忘了，对，他忘了自己是弼马温，他忘了。他忘了自己曾经是齐天大圣，他忘了自己曾经一个人面对10万天兵天将，他把什么都给忘了。他的眼神里还有一丝执着，可他不记得在执着些什么。他的眼神还有一丝怨恨，可他忘记应该怨恨谁。500年，风吹雨打，都不怕。啦啦啦啦，滴哩哒啦，咚哩哒啦。姐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孙悟空。姐，孟总菜齐了。哎呦天，来开饭。不是，孟总，我找到孙悟空了。搁哪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三舅啊。不是他，是他。是谁呀？我心目中的孙悟空啊。啊，明白了。资方资方的人你不用，平台平台的人你不用，我三舅你也不用，原来是自己有人。不是他是你要塞的人。不是，那你还费什么劲呢？啊，又五指山了，自己玩灯玩半天。不是姐，我跟他真是刚认识的。刚认识，我为啥要用他呀？因为我就是啊。你是啥呀？因为我就是孙悟空。他还在戏里边。
姐，但是这种感觉是对的。我也坦白了，我就是如来佛玩我呢，是不是玩我呢？搁哪找个精神病？我真是孙悟空，我都跟你摊牌了，我这你就是孙悟空，我也不能用你。我就是先下来。不是姐，我脑海中的孙悟空就是这种形象。一某，你不是第一天干这行了啊？你是搞艺术的，我是搞钱的，找这么一个玩意儿拍出来那玩意儿，给谁看？谁愿意看？我压力太大了，我现在咋好像都五指山压着我似的。我一大公司，从上到下指着我给饭吃呢，而且我那饭量多大，不提这个不提。就说他，我肯定不能用。我真就是孙悟空，我就想帮他拍一个好的孙悟空。那我就真是如来佛，怎么的？要逗我呀？哎呀，我在天庭外不能使用法力，要不然我定了。呀呀呀呀，大圣啊，那你天庭的公务很繁忙吧？赶紧回去吧啊！那花果山呐，桃也熟了，回去吧。来帮我一个筋斗云，你给我滚一边打！姐，你给我个面子，你就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呗。你是不是非要用他？他真的？你用他，我把你也换了。想好了再说。跟他没关系啊，你有事冲我来。以后我定拍啥就拍啥，我定谁演就谁演。我定我三舅就是我三舅，我定是定啥呀？你是干啥呢姐？不是他怎么了？我定住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定住了？这姐姐菜齐了。不是他到底怎么了？我都说我是孙悟空了。不是你什么？你孙悟空的？不信？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回事呢？我是不是被他催眠了？就这些雕虫小技，吵死！这回信了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是不是被你催眠了啊？姐，来，我帮你解开。姐，大家好，大圣啊！土地呀，土地公公，你好。大圣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何要为难小仙啊？在人间施法呀？为了帮个人。哎呦，那四大天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我，小神也是爱莫能助，爱莫能助了。不可能，他绝对是个群演，他绝对是个群演的。不好啊！经理，你快看这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沙和尚。你好，大师兄，你在凡间使用法力，天庭派人来抓你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八戒呢？二师兄在节目里当导师呢。哎呦，笑得春光灿烂的呀。靠不住，靠不住，我把你扛一会儿。不用了，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担着。好，你真是孙悟空？不然呢？哎，不许拍啊！孙悟空，你触犯天条，在凡间擅用法术，我等奉命缉拿你回天庭。不是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四大天王。本来我是游历人间，还想到这个横店体验一天演员的感觉，结果你们太不好玩了。多亏碰上了你，但多了你，我还犯了天条。大圣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因为我觉得你能够拍好吗？你真的觉得我能拍好？那你能来演吗？我可能够呛了，我这个犯事估计得在天庭关几个月。没事，我可以等你晚几天开机。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你等得起吗？那我也够呛了。
行了，好好拍，我信你。你真的觉得我能拍好？哎呀，再坚持坚持嘛，万一是对的呢？你不是老没画面吗？临走前我再送你个画面，看好了，记住我的样子。大天王，好久不见呐！